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？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？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，唔同嘅节目，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，乜都有。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。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。上 My Radio 网站，可拣直播，亦可拣重温。再揿 Enter。就简单 ，My Radio 喺互联网当中为你制作最精彩嘅网台节目。你可以根据你嘅兴趣选择你中意嘅节目，拣 Facebook 直播、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。记住 ，My Radio 嘅节目系有最精辟嘅 insights 同有娱乐性嘅节目，所以俾节目月费系绝对值得嘅。大家好，嗱呢个礼拜六历史再笑第二十集，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呢个中央监察委员弹劾呢个共产党呢个提案咧，就喺呢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边咧就即系讨论啦，咁到最后咧就通过两个草案，咁啊草草了事，咁呢两个草案就系第一个就系解决国民党内嗰啲共产派嘅问题，第二个咧就系国民党同世界革命嘅运动联络嘅问题。咁点解会咁咧？系咪？点解要高高举起就轻轻放下咧？咁原来孙中山咧有佢嘅谂法，佢认为基于呢个革命嘅客观形势，不能轻率咁样去开除呢啲共产党徒。礼拜六历史再笑。容共與清黨，大家好，我是 Peggy 啊，我從事了呢個美容行業已經20年啦。咁我記得我第一份工咧，我都係喺間美國嘅化妝品公司嗰度工作啦，而累積經驗。咁我主要咧都係做好多修眉嘅工作。咁到而家都做咗20多年噶啦，咁我都依然好中意呢份工作。呢份工作是可以帶到我一個很滿足的成功感，所以我很喜歡。Peggy 啊，你可不可以跟我講下你怎樣入行的？我啊，其實我以前是初初讀了一年的美容課程啦，咁都很有興趣嘅，咁我就嘗試去找呢方面的工作啦，咁就好好彩有間美國公司肯請我，咁就入職啦。咁通常美容公司淨係賣化妝品嘅喎，咁但係點解會做修眉師嘅？啊，好得意啊呢件事情！咁咧，其實我以前做嗰個品牌啦，咁佢就係有修眉啊、化妝啊呢啲工作嘅。咁當然你話賣下即係化妝品，當然作手難免啊，要做嘅。咁但係因為平咧，真係修眉嗰方面係當其時可能唔係太多公司做呢個工作，咁我哋變咗咧就累積了越嚟越多的 booking 咧，係不斷接收眉的功夫。咁我就順理成章就日日咁做，咁就做咗呢件事啦。哇，好似上天安排你要做呢個工作咁樣喎。都係啊。咁嗰時咧，教你嘅師傅係英國人定係美國人啊？美國人嚟噶，咁佢其實都係一位美國都幾知名嘅化妝師，咁佢就專登過嚟香港同我哋做培訓啦。亦都有試過帶過我哋出去啲做一啲國際性嘅 fashion show 啊嗰啲咁樣累積下經驗啦，玩下啦咁樣咯。咁淨係學修眉咧，學幾耐？學修眉其實理論課程咧就好簡單嘅啫，咁真係你實習咁樣埋身做嘅咧，咁我覺得真係你要不停咁做，都幾年時間你先累積到真正嘅經驗咯，因為每個客人嘅輪廓真係唔一樣。咁當時啦，跟埋你一齊去學修眉嘅有幾多個同學啊？嗰陣時都有10多個嘅，我記得。咁雖然大家個長處都唔同啦，咁都係我哋如果邊個話做得多啲嘅，咁都係客人佢做開邊個，佢通常揾翻熟嗰個化妝師去幫佢手嘅。咁我就算係比較多嗰、那個。咁我想知道咧，咁到而家啦，有幾多個你當時嘅同學，好似你咁樣出嚟自己創業咧？據我所知，都應該係得幾位嘅啫。咁但係有冇做到而家一路咁樣堅持落去咧？我就唔係好清楚。咁我就做咗10多年啦，咁樣都。
Peggy 啊，咁頭先 Kelvina 佢講過，佢修腳就有分上海師傅啦，同埋有英國師傅，咁即係有兩個唔同 style 啦。咁但係修眉咧，修眉有冇唔同噶？有嘅有嘅。修眉其實都是分主要兩大類啦，歐美嗰邊的潮流嘅 trend 啦，另外就日本式啦。咁比較兩者嘅分別就是歐美咧就係比較自然啲嘅，佢哋比較喜歡嘅形狀。咁而日式嗰啲咧係中意整齊啲啦，即係個感覺係乾淨企理為主，咁比較短啲嘅，中意剪到個眉毛貼啲嘅。咁你咧，你會係邊一個 style？ 其實我而家冇咗呢個枷鎖啦，咁我就兩樣我都有做嘅，咁我都會因應翻睇翻個客人個形狀，去點樣處理佢嘅眉毛嗰個方向感，而決定佢長短嘅位置咯。兩樣都有。咁而家由一個學習修眉到出嚟可以創業啦，叫自己修眉師嘅，要幾耐到啊？其實學就好簡單嘅啫個理論，但係真係如果你實習咁樣計，你都起碼做五六年，最少呢啲累積經驗，你先至可以真係跳到出嚟做修眉師咯。OK， 咁你係點樣開展你呢一個生意㗎？我以前咧咁就由即係以前嘅化妝品公司跳咗出嚟啦。咁就機緣巧合咁就入咗去一間修甲嘅公司度做，咁當日做翻我呢一方面修眉嘅工作，同佢合作一起做嘅。咁當其時都一路都順順利利，大家都做得好開心。咁但係突然間即係我屋企有少少事發生啦，咁我先生個身體就唔係幾好喎，咁成日都要出入醫院。咁我又覺得成日請假，咁同老闆咁樣好唔係幾方便啊！突然間我走咗去咁樣請假，咁結果就問下佢可唔可以即係我哋幾層樓嘅地方，不如我租上邊，我自己試下去自己做翻自己嘅生意，亦都可以同佢哋繼續聯繫咯。哦，咁就揾咗 Kelvina 同你分租咗呢一層樓啦。哦，係啊，係啊。咁你而家嘅客人咧，有冇男士噶？有冇一啲貪靚嘅男士特登上嚟揾你收眉？都有噶。佢哋其實即係佢係比較即係工作上啦。通常咧係啲banker 嗰啲啊，咁樣佢哋要見下客啊，咁自然都會即係想自己整齊靚仔啲咁咯。咁佢哋點樣揾到你嘅？通常咧係好得意嘅個過程就係、是、佢哋嘅女士啊、女朋友啊，咁樣就或者太太咁樣就捉咗佢上嚟，叫佢整下啦咁樣。一整咗之後咧，佢就愛上咗啦。如果而家啲人想入行啦，仲有冇機會入行？同埋有冇機會創業？我覺得做修眉咧係有呢個空間嘅，因為而家個主要即係大部分嘅客人都係中意啲比較好專注嘅工作啦。你係做美容嘅美容，修眉就修眉咁樣分開嘅類別去做咯。咁如果入行咧，唔係太困難嘅，不過佢要儲淨係一班客咧去做呢個修眉，我就覺得會需要啲時間去累積啦。哇！你嘅客人跟咗你幾耐啊？都最長時間嗰個都最少二十年啦，真係計翻有啊！哇，你依度係中環啦，租金都唔低噶。係，我諗你生意應該要好好先至可以負擔得到呢度嘅疲費。咁真係好好彩咯！呢廿年真係個客人都一路都真係好似朋友咁啦，個個都已經咁一路累積。兼埋有新嘅客人，咁都算系咁啦，系咯。咁我哋唔阻住 Peggy 做嘢啦。哦，唔好咁讲，多谢嘉文。Thank you very much， 唔该晒 Peggy。